我是林格，一个不存在的人。这故事开始于1991年的夏至，我几乎忘记了那段奇异的经历。他还在啊？当然，这可是我们的信物。再见面的话，他还会记得我吗？小姐，老板，你认识一个叫林格的人吗？就算当初知道结果，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。这块表，就是改变这一切的机关。是他重置了时间。秋千没有发生意外，这个人也从来没有存在过。好奇怪，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